当初写这首歌就是很寂寞孤独，然后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，然后也是远距离的感情 say goodbye 的一段时间。我是想带给一些就是有感同身受的一些朋友们，可能他们也是为了事业去其他的地方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，在一个新的地方，很陌生的地方，自己一个人的感受。对，看到他们都牵着手走，浪漫的气氛包围着我一个人。R&B 吸引人的地方，我觉得是和弦跟转音，我觉得很即兴的转音可以是很 powerful 的，因为你可能没有设计说这时候我要唱一点点转音，但是你当下你有感觉，你唱下来的东西就是没有 plan 的东西，我觉得往往这是最 magical 的一个 moment。 配合的太多烦恼无法摆脱。我今天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被吓到了， I'm like a supermarket， 就真的做的是非常非常用心。那在这种环境里面 so colorful 但是又很舒服，这种色调是超级美式，就是在那种我就很想在这边拍 MV 你知道吗，因为没有时间去美国拍 MV， 就可以在这边晃一晃就可以拍出那种感觉。非常推荐跟我一样 chill 的女生来 Just Type chill 一下，逛一下，逛逛吃的，逛逛喝的，还可以逛逛衣服，多好。